上古时代，世间隐藏着各种奇异能量，天地万物在机缘巧合下获得异能，便成为了他者。为了引导他者，在女王的授意下，有异能的人类被原始收入门下，建立阐教，而其他物种则被通天收入门下，建立截教，教导他们运用自己力量。然而，仍有部分生性残暴的他者，在人间界肆意妄为，杀虐无数。为了让人间界恢复平衡，女娲决定选出一个天命之人，将他者封印，名为封神。闪电球，你要是后悔，那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说，别那么孩子气嘛。那封神计划又不是挟私泄愤、杀人取乐，一旦启动的话，你我门人生死各由天命吧。元始、通天，你们来了。人间界本应为人类统治，现如今却被他者凌驾于上。若再不管束，人类终将被他者奴役。当初为了约束他者，我与通天分别立教，将拥有异能的人类收入门下，教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。我二教虽广收门人，但如今他者众多，已各自成事，远非我二教可以管束。封神计划若能约束他者，我通天绝无异议。我也无异议。老子呢？元始说的都对，元始说的都对。既然你们都已同意，那便开启封神榜。你说这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不是我不帮你。实在是这个妖怪太过凶悍了，你看我的法器铃铛都坏了，还怎么帮你啊？我想啊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哎呀，别，先师啊，您可不能走啊，您这一走呢，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炼妖师？您得留下来替我们想想办法呀。办法倒也不是没有。各位听好了，我这儿有一个法宝金砖，它威力无穷，可惜呢，它的制作工艺非常之复杂，而且只能用一次。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把它制作出来，我一直舍不得用。我等，只要您能降服那个妖怪，我们大家是不会让你吃亏的。
大家听好了，为民谋福乃是我们猎妖师的本分，我江胜岂是那贪财之辈。嗯，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大家给您多寄点钱，等那妖怪再来了，那可就全靠您了。放心，要是那个妖怪再敢来，我就用我这块法宝金砖让他有来无。妖怪抓到了，妖怪抓到了。这就是那个妖怪。啊，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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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吕旺，啊，申公豹。哎，村长，且慢且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况且他又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何必烧死他呢？而且，哎哎，看他胖乎乎的，多可爱啊！娘亲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是妖怪，我害怕。不怕不怕啊！万一他要是回来报复我们怎么办？对，放心，这个交给我，我会用我的爱来感化他。妖就是妖，感化不了。哎，对，说的没错，妖就是妖。你，哎，你要撑住啊！烤肉，火别太大。我别来他，我要吃嫩的。你们，江胜，江胜，快救命啊！江胜，你们认识？啊，疼疼疼疼疼疼！你救妖怪！人呢？啊！哎，你别走，你跟他们也是一伙的吧？他们是来骗钱的啊！他们是来骗钱的。哎，你别走，你们这群骗子！胜哉壮哉，治我陶谷，奏吾简简，弃我列祖，抗我袭人，赐我扶持，余贺他孙，步步跃升，五色龙庭，万物有益，我有家庚，心相也，文公朝夕，虔诚敬奉，受我祭祀，佑我上堂。妲己姐姐花样真多，非得将这帮人的活儿全都勾走了才开心。陛下，你乃人间之主，焉能行此大礼？粗鲁！陛下，我们回宫吧。你这样子把我鱼吓跑了，你又钓不到，哪次不是我砸的？我好饿，好饿啊！申公豹，四不像，四不像。申公豹，堂堂昆仑弟子，竟然跟下等妖怪混在一起。怕令师门蒙羞，你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不是妖怪，浑身长毛，还好有意思说别人笑话？哎，我是前昆仑弟子。再说了，四不像可不是下等妖怪，是灵兽，是我收服的坐骑。来，四不像，给他亮个相。亮个屁呀！他又不是没见过，昨晚上就是他打的我。师尊已经派白鹤来找你了，让你回昆仑山。白鹤。
能不能少吃点？那个师尊有何吩咐？我问你，吕望现在在哪儿？那个我……闭嘴！无论他在哪儿，告诉他，封神榜已定，让他马上回昆仑。那个，我，别那个了，赶紧走啊！是。封神榜，代表阐教去争夺封神榜。别说我一个昆仑弃徒不能代表阐教，就算我还在阐教门内，以我的实力，也不足以争夺那个封神榜。你是师尊认定的人选。臭老头老糊涂了，这种事情应该选你吗？你真这么认为？当然，要是师尊来找我的话，我就推荐你。好，他好了，味道刚刚好，快来。走，喝汤。通天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我玉虚宫，是想搞事情吗？交出吕望。吕望不在宫中。通天，你休要为难我师尊，吕望在此。臭老头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哼，他们没有为难我，倒是你呀，把为师的脸打得啪啪响。严石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吕望，跪下。记住，你是我原始的徒弟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我的手里。师尊。教主，要不要我去？走。记住，吕望已死，从今往后你便是江上。臭小子，为师以后不能再护着你了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放心吧，师尊，你都打不死我，别人当然也打不死我。去吧。贵姓？我呀，白鹤。白鹤，你，哇哦，你身材变化好大。师兄，师尊让你回昆仑山。等，封神榜的事儿，师兄果然神机妙算。你回去告诉师尊，就说我不去。哎，师兄，臭小子。别找了，我是借白鹤传音于你，你赶紧随他回昆仑。臭老头，你讲点道理啊！我告诉你，当年是你亲手把我打死，然后你现在叫我回去争夺什么封神榜，通天教主不得戳你脊梁骨啊？哼，为师的脊梁骨硬得很，让他戳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封神呢，就是封印他者，以我这点本事，那我过去不是送死吗？这个你放心，为师已经帮你找好了帮手。哎，师尊，其实呢，徒儿有个更好的人选，我觉得。为师知道你说的是谁。不错，他的天资和修为是在你之上，可他性情急躁，出手过于狠辣，尤其是对妖怪，往往赶尽杀绝，难堪此任呐。哎，师尊，你听我说啊。哎呀，师尊呐，他已经改了很多了。他不过是在压抑自己，总有一天会爆发的。倘若是他执掌封神榜，恐怕就要大开杀戒了。可若论大开杀戒，我当年杀了还少吗？为师知道，你一直对之前的事耿耿于怀。可是正因为你之前犯下的错误，你才更应该知道何当为，何不当为。封神计划是封印他者，还人间界以太平。这不正如你所愿吗？可没有了他者，
人间界真的会变好吗？那是人类自己的事情，但他者不除，人间界必乱。臭小子，不要让为师失望，我在昆仑等你。哼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千里传音，我也会。臭老头，我告诉你，你等也是白等，我不去。我说了不去就不去。哼，啊，妹妹来了，我刚听到一个消息，特来向姐姐禀报。封神榜，包子，包子，不行，那是别人的。包子，不，不许拿，不许拿！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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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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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明宅，你进去容易被人给打死。不是。我带你去吃西岐最好吃的东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管够，管成。站住！你可是炼妖师江上？不是。哎，江上，这就是西岐的首领吧？哎，大家好。带走。喂。你凭什么抓我们？你们冒充炼妖师，在我们西岐到处行骗。目前我们已经接到了好几个村子的举报。我是真的炼妖师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有什么误会，到时候我和周公旦大人说吧。哎呀，卖个面子嘛。我认识你们的世子伯邑考，把他叫过来，我跟他讲两句。伯邑考大人不在。哼，纺织的捆仙索还想把我绑住，门都没有。喂，胖子，别装了，把这个门撞开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搞错了，搞错了，误会误会。误会啊，真的是误会。杀！这位大哥，我们在西岐是有熟人的，对吧？伯邑考，这个见面礼还真是大。他们说你人不在王城。我确实刚从外面回来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缺帮手，咱们现在就走吧。啊，不是吧，大哥，我才刚来到这边就被你抓了，一口饭都没有吃，你现在还要我来帮忙？你在我西岐公然行骗，强行越狱，按律当斩，我这可是给你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喂，你竟敢拿王法压我！莫非你是要以身试法？好，你说，要我帮你什么？解救羌族的俘虏。羌族的俘虏？这几年帝辛一直不断征战各国，俘虏大批奴隶运往朝歌，我怀疑他另有所图。羌族与我西岐相邻，遇到英军押解的队伍，我便设法解救。不过这次负责押解的竟然有四个他者，我只好回来搬救兵。可巧你来了，这次就全靠你了。快，跟着！
倒是标致。那你倒是把它收了。嘿嘿，妖怪，别打扰我觅食。你爹爹我是只神兽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我的饭票。他交给我，你去帮江上。揍他！郡母郎这次算是咬错人了。嗯，你是谁？风来。挺好看的，你留给我嘛。嗯，你我走走走走走。别挣扎了，这么好看的一张脸让我刮花了，该多可惜呀、啊！要不要帮忙？不要，他能行。可以吗？嗯。可以啊，博弈考剑术这么高超、啊、哎，你们怎么不来帮忙、啊、要是我帮你的话，你还怎么出风头啊？喂，你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杀了他者，用不了几天博弈考的名字就会传遍整个西岐，到时候那岂不是更鼓舞人心吗？这些羌人，你打算怎么安置他们？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西岐的城外开辟新的土地。他们到了那里，有屋可住，有地可耕。这都是你的主意？不，是我父亲的主意。听说，你父亲还被囚禁在沼阁。唉，已经七年了。这七年，我们想尽办法换回我的父亲，可都无济于事。我准备亲自去朝歌，替我父亲求情。去朝歌，太危险了。再危险我也要去，只要能换回我的父亲，西岐不能没有西伯侯啊。可是吕望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，等我父亲回来，你留在他身边，辅佐他。我能做什么？解救商人，解救羌人，甚至解救周人，让所有人可以安居乐业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没有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，可你至少尝试过。可我失败了。我尝试过，我本以为我可以解救那些人类，可那些人类根本就不需要我去拯救，他们早已习惯那样的生活，反而觉得我才是那个破坏者。吕望，你难道就忍心
下，该醒了。陛下，妲己已经有封神榜的下落了。在哪儿？江上，一个小猎妖师手里。那你还不去找？不用，这江上和西岐的伯也考在一起，正准备来朝歌献宝呢。他是为了西伯侯。没想到陛下把西伯侯关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还有意外的收获。有了这封神榜，他者就可以任孤驱使，成就孤的霸业。到时候，昆仑、金鳌岛都要听孤的号令。妲己最喜欢热闹了。江上，快来让妲己看看你的本事吧。等等，有情况！保护三宝！江上，交出封神榜！什么封神榜？我没有啊！少和他废话，抢！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这群殴啊，有本事单挑啊！我来。回啊，我认得你，是你逼我的。法宝金砖，法宝金砖，方平，那个东西很厉害的，去死吧！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！哇，果然厉害，我还以为你吹的呢，有两下子。我跟你们说过，我这个金砖技术含量非常。江山。什么技术啊？化妆技术啊？我助手要来了，大家稍微往后退吧。去死吧！哇，灰飞烟灭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申公豹，你差点来晚了，来的刚好。申公豹师兄，博弈可好？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跟我走。去哪里？赵哥，因为有消息举报说封神榜在我手上，恐怕还会有其他的他者来找我麻烦，也会给博弈考他们带来危险，所以我先去赵哥打探消息。也好，咱们赵哥再见。走，走，走了，翻篇。为什么不直接进王宫？不可贸然进去，王宫里有很多他者，一旦被发现就完蛋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别的办法。有妖气。快点，快点，在哪？欠打是吧？快点，在那边。好干活。原型是什么？哇！大勺子成精了！兄弟，这东西叫做琵琶。琵琶？能吃吗？妲己有个义妹叫王贵人，是御史琵琶用。好，我们更变计划，直接找妲己。
走。故弄玄虚。王贵人真是好胆识，敢一个人追到这里，不怕我有埋伏。下次埋伏找个聪明点。可惜你也不够聪明。说吧，你是谁？江上。你就是江上。封神榜在哪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哼，你说如果他们顺着你的耳朵爬进去会怎么样？你最大的失误就是拿这破玩意儿缠住。接下来怎么做？拿着他去见妲己，再把他引到这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封神榜真的不在你手上？你不信我？信。喂，我说你们俩别聊了，赶紧把我解开啊！哎，他叫你把他放开。喂，你去哪儿？我们是组合。你这琵琶送给我好吗？想要王贵人，露台来取。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哎，我跟你去露台不就是了？等一下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江上。姐姐，我倒有一个很好的主意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江上呢？江上呢？不在这里。嗯。快去！算的太准了。是啊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说西门侯大人怎么算那么准，把我那点心事全都说中了？对呀，我这也被说中了。对不住了，申公豹，又被他骗了。加把劲。
还不把我的琵琶还给我？全都不许动！你们这些人不像人，妖不像妖的，谁要是再动，我就把这丑琵琶砸烂！废物！都退下！都退下！否则我仍然要砸烂这个臭琵琶！你砸得了？砸！哎呀，开玩笑嘛，何必当真呢，美女？没想到吧？妲己姐姐已经解开了我的封印，没了雷公鞭，你还能释放天雷吗？开玩笑的嘛，何必当真呢？你看你长得那么美。哎，妹妹，你脸上是什么？都说了嘛，是开个玩笑。谢谢西伯侯大人，谢谢啊。你回去要努力去吧。好，谢谢西伯侯大人，我一定努力啊。他者，猎妖师。嗯，不对不对，你身上没有猎妖师的味道，看你也不像妲己的人。昆仑山的，想要求什么？求个心安。把手放在上面，高一点。更震撼电坤眩晕。臭小子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师尊，你还没睡啊？哎，少跟我嬉皮笑脸。是不是要去招更？师尊，你既然知道了，你还会让我去吗？吕望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放你去就是送死。身为他者，行刺人间之主，将会受到整个仙界的制裁。人间之主不能杀，那难道我的族人就可以随便被杀吗？没想到几十年了，你还是对那件事情耿耿于怀。为师当初把你带上山，就是为了化解你心中这份仇恨。哼，看来是徒劳了。五十五年，我心中没有任何一日忘记族人死前的哀嚎。人间界自有它的平衡，你杀了人间之主，人间界必会大乱。所有罪责，弟子可以一人承担。你承担得了吗？弟子只求一个心安，还望师尊成全。罢了，你走吧。吕望，你族人之祸，非商王一人之过。我不去！快点！
是谁？姑乃帝辛。帝乙呢？姑父王已然驾崩。所以是你下令，将这些羌人做成活人俑来殉葬。不是姑，是他们。你是什么人？羌人吕望。不要了！快走啊！你们怎么还不走？快走啊！走啊！你们快走！快！不许走！谁敢走试试？抓住他，我就放了你们！赵哥的比武场，小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放箭了！准备！放箭！等等，我说过，这所有的罪名我一人承担。
飓风毁了比武场，放走了被囚禁的他者，却没想到他们竟对朝歌的王族展开了血腥的报复。那一晚，朝歌你是说封神？哎，我没那么说啊，你自己想吧。没有了他者，人间界真的会变好吗？哎呀，我，哎呀，你看，就像一颗种子，把它埋在土里面，你只要浇浇水，驱驱虫，它会自然生长。只是这粒种子，你现在要不要放下去？多谢西伯侯指点。哎，等等，多谢惠顾。对了，可能要委屈西伯侯在此多住几日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救你。哦，是吗？别光吃，喝一口啊！来来，好吃啊！嗯，再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这红烧肉啊，嗯，对不住了，很快就放你走。小短，四不像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才来呀？你怎么样了？江上，他怎么了？他是被那个御史丑嫔绑的吗？我们先走。小慧，哎，别总想着吃，快走。我锁各个出口，他们来了，我们被发现了。四不像，上！哎呀！哎，你们几个，妹妹，哎呀，大哥，你撑一下嘛！我没有力啊！你们先走，我来等。不行，你们快走！你等我。上！再给一点。
我雷公鞭还在他们手上，必须要拿回来。那你去拿雷公鞭，我去救小短。小短，10年前和我一起被关在比武场的那个小妖狐，狐狸的药草果然管用。 因为我一个人受伤，总比我们一起受伤强吧。可是你都不认识我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没想太多，我那时候就想着，不能让你受伤。小狐狸，让开！你干嘛？你走开！他是来救我的。走开！吕望，等等。 我想跟你一起走，你快离开这儿，小心不要再被抓住了。我们走。吕望，现在整个王宫的他者都在找我们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妖怪自投罗网，趁他们审他的时候，我们拿了雷公鞭正好就走。刚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根本走不了。现在你要丢下他不管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四不像，走。 江上，走，跟我去拿雷公鞭。那你觉得小短的命重要，还是雷公鞭重要？当然是雷公鞭，他不过是个妖怪，不值得我们冒险。可你也是个妖怪，难道以后你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以不救你吗？说实话了吧？嗯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赶紧走。 申公豹已经动手了，你闻到没有？那边，喂，这儿，就这儿。小短，小短，快呀，快！你先带他走，我去找申公豹。 你既已逃走，又何必回来送死？我岂能让雷公鞭落在你们手里？手下败将，还嘴硬呢？哼！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以为能逃得出我们的手掌心吗？谁说他是一个人了？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怕我的师弟被欺负了。别拖我后腿。 父亲真的让我就此回去？是，他说如果你再继续执意进攻献宝，
你们父子再无相见之日。那你怎么看？听你父亲的话，就此回西岐。可我求见的文书已经送往宫中，商王让我明日进宫献宝。我现在要是走了，他恐怕会对我父王不利啊。要不这样好了，我陪你去。不可。十年前你曾行刺帝辛，帝辛一定还记得你。尤其是你昨天刚刚和申公豹大闹了王宫，现在回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可西伯侯义术无双，他说的话不可不信。我见机行事，就是明日献完宝立刻回来。自由的感觉真好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对了，小短，你是怎么被抓回去的呢？上次你毁了比武场以后，我就逃走了，但是那些商人一直在追我们这些小妖怪，我为了救我的同伴，却又被抓回去了。可是就算你的道行低，也总比人类强吧？怎么会被抓到呢？小汪，你真的以为追杀我们的是那些人类吗？杀害他者最多的只能是他者，而杀害人类最多的也只能是人类。那些强大的他者和王族达成了交易之后，他们抓我们这些最弱小的他者供人类娱乐，这样那些王族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人类奉献给他们。弱肉强食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啊。所以我一定要变得更强。那变强之后呢？你也要去奴役别人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变强是为了不被别人奴役啊。那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被奴役啊？有一个。听说有个叫江上的，他手里有个封神榜，只要我能够得到这个封神榜，就可以号令全天下所有的他者。好想知道这个江上到底在哪，这样我就可以跟他借这个封神榜了。你要封神榜做什么？这样就可以把那些他者都封印起来了，让他们乖乖听话，这样我们这些小妖怪就不会再受欺负了。而那些王族没有了这些靠山，应该也不会再欺负奴隶了吧？你真的是这样想的？就是不知道这个江上在哪。其实呢，我就是江上。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你怎么会是江上啊？我真的是江上。十年前那件事情之后，我便改名了。你真的是江上？我真的是江上。那封神榜在你那里对不对？还在女娲那里。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借给我啊？我小旺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我们这些小妖怪一直受欺负吗？那你真的可以确定封神榜可以建立一个不被奴役的世界吗？当然了，我会考虑的。宣博弈考觐见。你献给孤三剑谱，可是为了换回你父姬昌。陛下，臣父年迈，臣恳请陛下恩准老父归乡养老，臣愿意替代父亲留在朝歌侍奉陛下。你倒是个孝子。西伯侯，孤准他回西岐。谢陛下恩准。跟你同来的那个江上呢？臣军中并无人叫江上。伯邑考，欺骗陛下可是死罪哦。臣不敢，臣真不知道江上为何人，陛下若要找此人，臣这就派人去找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来人，把他给姑带下去。陛下，陛下。小汪，小汪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那边太危险了，而且你的伤还没有好。不行，王宫我比你熟悉，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。那你跟紧我。好。这是个陷阱，帝辛就是想引你过去。就算是陷阱，我也要去。那我跟你一块去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万一我出什么事，你还可以在这里做接应，靠你了。放心，有我在你死不了。
这里也没有。难道是在那里？那里是哪里？不可能。难道失败了？每次地心吸取了他者的精气之后，就会变得异常暴躁，所以必须有专门的人供他杀戮。就在那里。你不要进去。是那个昆仑山的他者，怎么，你又要来杀姑了吗？我只恨十年前没把你杀了。风来，就是江沙，伯邑考呢？封神榜在哪儿？封神榜根本就不在我这儿，而我也不想要什么封神榜。你是不想要，还是不敢要？姑永远记得，当年你一个人对抗所有的他者，是你让姑知道，姑可以不用被奴役，姑可以反抗。也正是你让姑知道。姑想要成为这个人间之主，必须要拥有足够的力量。所以，姑和那些他者达成了交易，让他们对姑进行改造。你所谓的强大，也只不过是你在杀害同类，才换来的。可笑！哪一个帝国的建立，不是践踏在血肉之上？夏桀无道，商汤圣主取而代之，难道他们的双手？就没有沾染鲜血吗？更何况是你，十年之前你不也是满手杀孽吗？十年前的确是我之过，所以我不能一错再错。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得到封神榜，跟姑一起平定这乱世。你说的对，我是不敢拿这个封神榜，因为我怕我无法承担封神大任，也怕我再一次失败，我怕更多人因为我失去性命，可我也更怕封神榜会落入你这种疯子的手里。
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。快线索！小王，你没事吧？快走！有人来了，快走！来，有声音，去看看。走。过来！你过来！都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居然变本加厉。跑！搏一口！打得好！小王，真的是你！你终于来了，搏一口。为什么是你？准备好，要开战了。幻术，妲己，你的戏法到头了。妲己？什么妲己？妲己用我父亲的性命做交换。博弈考，我们做一个交易吧。让我配合他演戏，得到封神榜。小短，哎呀，博弈考，你拆穿我就不怕我杀了你父亲姬昌吗？就算我和我父亲都死在这里，也不会让你得到封神榜。你早就知道我是江少。我并不知道吕望就是江上，可是我知道谁不是江上。你为何要骗我？十年前我被王宫的他者追杀，我只好躲进妲己的体内。小王，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弱者不会受欺负的世界。你会来帮我的，对吗？那谁来帮他们？你执意要和我作对吗？我不想和任何人作对，是你自己站到了我的对立面。杀还是留？杀！我掩护，你救人。
信号不太好，快走，来不及了，你快带他走。好好，快走啊。来救你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你不该杀人，他们都该死。该死？你体验过死的滋味吗？你经历过鲜血从你身上流走的那种恐惧吗？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明明在和你说话，瞬间就倒在地上，鲜血喷在你的脸上，你曾最爱的人给你带来温暖的身体，却一点一点变得冰冷。你体验过那种无助的感受吗？你没有，因为你未曾爱过别人，所以也从未感受到别人的爱。你根本就不算活着，更没有资格去批判谁该死。你不尊重人，那你便不配为人。够了！既然不配为人，我就杀人好了。我一直都弄错了一件事，我想让你推荐我去争封神榜。我错了，只要你死了，这封神榜一样是我的。申公豹啊，他已经改很多了。他不过是在压抑自己。哎，臭老头老糊涂了。要是师尊来找我的话，我就推荐你。臭老头，我真尽力了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快走啊！刘唐啊，快走！快快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快快快快快快小旺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
妲己都要哭了。有我在，你绝对不会有事的。都别动，全都给我听好了。你看见他了吗？这个就是你的下场。你不是说你吃饱了才来吗？刚才动作太大，说话了。任你处置吧，我现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臭小子，谁让你这么怂的？臭老头。小狐狸，我现在要带他们走。元始大人，您这个时候把他们都带走，分明是以大欺小嘛。哼，要么我现在带他们走，要么我把你的皮扒了再带他们走，自己选择吧。元始大人，我小狐狸这皮还要呢。大人您走好。走了。姐姐，那伯邑考的尸体，哼，先把他带回去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爹，孩儿一定会想办法接你回家的。回去，爹。西伯侯，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。今天有加餐呐？不仅是加餐，还是丰盛的大餐呢，快尝尝。做得好，我最喜欢吃肉羹。西伯侯，这肉羹可是妲己亲手做的，你一定要全部吃完哦。他真的都吃了？当然了，而且啊，还一滴都不剩呢。那可以放他回西岐了。这姬昌回了西岐之后必反，江上拿到了封神榜，也一定会回到西岐。到时候全天下所有的他者都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之中，这可是我们抢夺封神榜唯一的机会了。孤的大业很快就可以实现了。陛下，您可别忘了您的大业也有妲己的一份。
臭小子，准备好了吗？臭老头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都想走了。哎呀，这么晚来，还不是为了给你准备这个？哇，这什么？大神鞭！我跟你说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它不仅能呼风唤雨，还能控制天象。哇，臭老头，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不早点给我，害我一直用这个钓鱼竿，多没档次！爸，你要是不帮我抢封神榜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也是啊。臭小子，你该走了。记着，早去早回。谢师尊。申公豹，怎么，看到我没死，很失望？你怎么？女娲，人都到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臭老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山河设计图映出的是你们的内心，你们在昆仑山相识，自然也会在昆仑山做了结。谁先杀了我，谁就能得到封神榜。什么？动手吧。江上，你可知道封神榜有何用处？有谣言说，封神榜可以驱使世间的所有他者。这并非谣言，榜上有名者都要听从持榜人的号令。有了这样的力量，便是通天元始也可以与之匹敌。这样的力量，你承受得住吗？山河设计图放大的是你们的心魔，心魔不除，就抵挡不了封神榜的诱惑。江上，从今日起便由你执掌封神榜，开启封神。女娲，
鱼钓到了吗？几十年来，我一条鱼都没有钓到过。哼，不，你已经钓上一条大鱼了。江上已经得到了封神榜，正前往西岐。你们赶紧准备一下，随时下山，协助江上封神。动手吧！